站一下位置吧，防止对面打一集团。我在这个口子站，然后有人在这个口子站一下，对吧？站一下位置，对面有机器人可能会一集团的。对，一级先站位。嗯。怎么说？没有入侵。全军出击。也不一定，可能等出兵之后，他们从这个草里一集团过来也有可能，好吧？先站一下位。好。基本上应该不会来了，大概。基本上应该不会来，因为对面下路三个。下路两个加上打野，三打三应该打不过我们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刷野。你看这个肾很细啊，站在这个位置。哎，刚说完啊，刚说完他很细，看来他还是不够细。他如果够细，站在这个位置，防止卡莎偷我的 buff， 而且还防止机器人的勾，直接投机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好，留了。前面的话咱们先不抓啊，咱们先暂时不抓，先把野控制。在野区里面呢，凯也应该打不过我，在野区，所以说这一把我们可以在野区里面跟他打一打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好，留了。中路很难受，中单女警带屏障。拉一下，细节刷野，减少了时间，而且还让我多打了两层被动，3分15秒，河道蟹，好，野怪刷完很快，抓不中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，这边先插个野，其实我可以反个野，看一下野怪，算了，对面好像是红凯。是下路核心的，很明显。凯隐可能在，我懂了。不能让啊，因为我要 C 的。凯隐在下路打核心，没打，在来的路上。他在打蛤蟆怪应该。刚打完，应该在此。漂亮，三浪没有，那可以避了啊！咱们第一波先避一下。嗯，回家先买一个锯齿短臂，然后帮队友带个针眼。这个针眼的话，我觉得插在下路会好一点，因为为什么要插在下路呢？因为凯隐肯定是主抓下的，因为他肯定想变蓝凯，所以说我们在河道可以插个眼。万豪死了，女警的话是没有闪现的，下路好像没机会，先帮队友插个针眼，先刷个鸡吧。嗯，吃一波大鸟，中路是突破狗，我感觉插眼了，这里插了个眼，我在，别慌。算了，别追了。多抓几下，他就长记性了，他就不敢这么压了，好吧？如果你不抓他，他会觉得我打野不抓他，所以我都不需要把他杀了，就我恶心他，他就行了啊。我恶心他，哎，他往这边跑，他必死。不要，哎。兄弟，你在玩什么呀？兄弟，你他妈他妈搞事啊！不补，补一个就行了，好不好？我完全不用杀他，我就恶心他就行。只有
我这一波吃一波对面的大鸟，投一波鸡。A Q， 他很难受的，你以为？上路抓不了，反他石头人，思路很清晰，来吧，非常难受，对吧？抓野有办法，没有任何办法。Q A W。W， 你看，哈哈，你看，他们这个英雄选的太弱了，弱爆了，走。就不管我们哪一路二打二，对面都打不过的，避一下。回家先买个考尔菲德的战锤，走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红 buff 吃一波，马上六级了，感觉可以抓波将。漂亮，可以。英雄一定要选的好，因为线上的英雄选的强势一点，这样的话我们二打二不怕吧，哪怕被反蹲到，二打二也是比对面厉害。吃一波红 buff， 控一波小龙。我觉得咱们这一波应该可以控小龙，问题不大。惩戒四百五，这里好像有眼，看到我了。问题不大，翻墙来了，很好，嘲讽没嘲到，没事，他必死。WQRA 既然杀不了他，先把你宰了，很好，想跑不存在，翻墙，对吧？你跑呗，翻墙。W 飘闪拉一下距离，就 A A 一下蹭个助攻，再翻墙，就 A， 很好，再拿一波峡谷先锋，很 nice， 走，很好。我觉得队友可以帮我打一下，因为凯隐出来了，这一波有点危险。有点危险。给我，比他丫的还想抢吗？这个是，不讲武德啊！蓝 buff 吃一下。蛤蟆吃一下，接下来不要刷野了，接下来我要开始干渴了。好，东里圆弧的话咱就不做了啊，我就不做这个东里圆弧了，因为我身上带了一个减 CD， 我就没必要带了，因为我的大已经够快了，再快没有必要啊。怎么说？有想法？哎，这里有眼，很明显。A W Q R A A A， 操了个爹，我失误了啊！这个机器人他妈的是真肉，兄弟们。出的是啥呀？守望者铠甲，没见过，我没有见过第一件做守望者铠甲的，我只见过第一件做那个正义荣耀的。可以，不是我打辅助，我觉得我可以秒辅助，但这个辅助太肉，没死，差点，我来了，放峡谷先锋。
单手的大右好了。黑月塔呀，不打皮啊，不打你，不打皮。好，六乐，有点肉，机器人不杀他了。上路黑抓，先吃个鸟，先吃一波大鸟，很好。再来个核桃蟹，沉浸。有眼，刚刚插的，幽梦一开，翻墙 ，W Q R A， 无错 ，A A Q A W， 很好，现推一下。溜了，不要妨碍我。蛤蟆吃一下。你看兄弟们，你看咱家 ADC 的补刀，110刀，11分钟，压对面 ADC 60刀，相差了50刀，什么概念？同等水平下是不可能压这么多刀的，所以说很明显，咱们家 ADC 是个小带。直接压了一倍的补刀，什么概念？红 buff 吃一下。你只要记住，只要你的补刀跟着时间走，它的分段起步是钻石以上的，好吗？起步不说高 ，W2KVA 直接秒，蓝 buff 吃了，拿波小龙。控小龙一定要控，咱们作为打野必须要控小龙，控一波，很好。漂亮，我从不妥协。带波下推塔，其实这个定位赛第一天呢，我不建议大家第一天去打，好吧，等个一个星期以后再打会好一点，好吧，你第一天打的话就看你的运气了。幽梦一开翻墙你死了，再见惩戒 QA 直接带走，来看好我的位置，漂亮，推挡被打溜了。可以直接推中，中单7-1-6，我怎么感觉这把中单可能要偷我的 MVP 呢，对吧？我怎么感觉这个队友感觉要拿 MVP 了，我好，飞了。W Q R A 死了 ，W A Q A 交闪拉开距离，完成单杀走，再 W 往回打一下，还追刮三个，确定还追吗？再刮一下。再追的话可能会死，这小子居然有盾弓，兄弟，漂亮，可以，星虫，再来两个长剑，可以，还追，哎，愣头青。就是干，漂亮！我怎么感觉这谎男要拿 MVP 呢，兄弟们？来了，
就是干啊，不存在，不存在什么。峡谷先锋吧，走吧。我们这把说实话做一个打野，其实把节奏带起来就可以了。这把的话，其实我们这边的话，三路已经被帮起来了，把资源控控，我们的作用就达到了，好吧。扫描一下，就为翻墙，骗一波技能，不慌，很好。来了，别慌，我来了。Q2A 直接秒杀，交闪了。怎么说呢？追吧，算了，别追了。推塔，推塔。咱们推波上塔吧，直接推。推线。非常耐心，非常。队友应该先扛一下，感觉翻墙。推塔呀、啊，应该扛一下峡谷的，有一说一，扛一下峡谷先吗？算了，先避一下，没血了。乌鸦坐飞机，哎，交闪可以啊！你小子很皮，感觉他有盾弓，他有盾弓，但他死了，漂亮！敢不敢飞？不敢飞，推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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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追了，嗯。太浪了啊，太浪了。这个火男太浪了，他不知道这把赢是因为什么，没有大哥在，这把你想赢偷个石头人别急，太膨胀啊，石头人。我下一件来个大青雨，这把咱们帮了火男很多波，好吗？回家来个大青雨，不要慌啊！把它卖了，再来个考尔菲德的战锤。家里挂机了一个，挂机了一个，不过问题不大。现在以咱们的优势，挂机已经没有用了。蛤蟆吃了，很好。翻墙，我觉得咱们可以打一波大龙，等个一分钟打大龙没问题。嗯，赶紧补刀，看一下这把有没有机会搏一个 MVP。来了，满血不会加住啊，先秒一个。西班牙啊，西班牙开始给反向大招呀，会玩啊，问题不大。嗯，这么追啊，过分了啊，十五个头，十九个头，十一个头，感觉可以推塔。嗯，小心，强手猎炉，砰砰两拳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我来了。我觉得可以来一波大龙，火男可以跟我单挑大龙。火男的话，被动打大龙很快，我们被动打大龙也很快。如果不能一波，咱们就大龙帮队友拿一个蓝 buff。 那没办法，大龙你信我，白给了，看到没有，我们打大龙很快，因为我们两个的被动都可以打大龙，
漂亮。刚出生的大龙是很脆弱，看到没有？蛤蟆棍，红 buff 试一下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他们现在不敢出来了，黑线。嗯，有。这么皮哦，好，蛤蟆吃一下。现在野区的话还敢来啊？刷个野，野区现在已经成我们后花园了啊！还想来刷野？20秒上，不要慌，活不长了。哎，上了我就可以单杀他。这小子杀我好几回了，很皮啊！哎，不追啊，不追！哎，不追你，让你自己过来啊！很好，就是现在，先杀机器人没问题，因为我们打中能力很强了。WQA， 再秒一个，漂亮！再 K 一个，漂亮！推塔，我觉得这把感觉有机会可以拿 MVP， 漂亮，推塔，感觉，浪就对了呀。就放你们不浪啊！一波！哎，给他们先死一下！漂亮！